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们今天要玩美丽水世界 Subnautica， 然后上一集我们去那个极光号，那个应该是叫极光号那边探索了一下，然后拿到了一些消毒水跟大量的急救箱。然后我去网络上找了这个游戏的地图，因为我想要把就是推进炮、停滞来福枪这个蓝图给拿到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。OK， 这个地图长得像这样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按暂停，然后截图，然后有玩的白粉也可以用这张地图去玩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哦，我们要的推进炮在 C 区，就是红藻区，就是红色的部分。那我们去红色部分搜寻一下推进器，然后停滞枪是在绿海藻林，就是 A， 就是绿色，就是那个很多海藻那里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停滞枪跟推进炮这两个东西给解开。欸，地形枪我好像已经可以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它需要高级配线盒。欸，我们先做好了高级配线盒和一个电池。高级配线盒，让我看一下哦。两个金矿石，欸，金矿石要去哪里拿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地图有没有写金矿石。欸，我可能还需要找一下那个就是道具去哪里取得的地图，应该有这种东西吧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先摆着吧，因为我们现在应该也没有金矿石吧？有吗？欸，有欸，欸，我一直忽略它欸。好，欸，可以做，来，今天又要做一把新的道具了。电池一颗，欸，快可以了。这东西是干嘛用的啊？来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讲一下，我后来有看到别人玩氧气瓶可以带两个以上欸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森林的地方，可以再多做一个氧气瓶，我们多做一个好了。看一下要怎么做，玻璃 ，OK， 拿一下，就是之后需要用到的时候就可以用，不过现在先不需要，因为我们需要，欸，现在可以用了，先，反正我们等一下需要是要去收集蓝图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，按右键来打字，按 Shift 来挖取材料。我是要去外面才能挖吗？怎么用啊？欸，我身上的衣服好帅哦！怎么用啊？等一下，哦，按 Shift 加 Shift， 哦，我会了啊！怎么摆回去？欸，等一下，我挖了一个坑。等一下，那怎么摆回去？按右键吗？哦，我会用啊，好酷啊！好，右键是摆回去 ，Shift 加右键是挖取，懂吗？因为我刚刚枪里面没有任何的那个沙，所以按右键是没有反应。那我们再来玩一下，我们把这里挖一下 ，OK， 有四个材料，然后我们可以把 Emergency 10 seconds of oxygen remaining。这个东西也有能量值欸，可是它现在是百分之百，我刚有用了一下，怎么还是百分之百？我们把这里稍微补一下。欸，可以欸，好酷哦，好好玩哦。我可以把这里补成，欸，这样子房子里面会不会穿过去啊？应该还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我后来，我其实网络上查蛮多资料，知道蛮多事情的。再来讲一下，就是建筑的工具在哪里啊？我们拿那个这个东西拿出来。
好像这个东西呀、啊，它需要我来看一下哦。哦，好像是这种上面才有洞可以。我等一下，我来试一下好了。对，啊，去拿一些菜出来。不够，拿多一点好了。然后梨，哎、欸，这什么东什么时候拿到的啊？上次去那个极光号那边附近拿到的。好，走。我们盖一个 I 型走道吧。然后我们盖在，它只能盖这种，它不能转个角度吗？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转个角度嘛，转个角度。好，算了，盖这边，盖这边，盖这边。好，然后这个上面可以盖，这样吗？不是，哎，还是可以直接盖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种爱情走道才能盖垂直的，然后往上。所以，等一下，这里有洞可以进去吗？这边是不是也要盖一个？对，这样才行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好了，随便盖啊，没关系啊。哎，材料不够，还差一个玻璃是吗？哎，没电了。对，上次回来完全用到没电了，帮他充电一下。然后玻璃，来做一下。然后，太用完了，好快哦！OK， 盖好了，这样应该可以进去吧。没错，这样可以进去。然后来吧，试试看。OK， 长像这样。然后这上面再盖一个房间的话，它就有办法这样子上下移动。但是我的太不够了。好，这个下次再盖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长得像这个样子。哎，上面怎么没动？嗯，奇怪。嗯，还是说上面那个房间要盖好，它才能上去。好，那我们对，我们先去收集我们说要说的蓝图吧。哎、欸，我光做这些事情就花了好多时间了。我们吃个东西好不好？嗯，然后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应该要做一些腌制的食物才对，因为不然的话每次都要回来煮，其实这样有点麻烦。我们做一些腌制的好了，然后腌制的先不要吃，腌制的先摆着。哪一个肉比较多啊？盘旋鱼。好，吃完了，好，我们吃一下吧。腌制的，先不要吃。OK， 好，先这个样子。地形改到上方去。好，我们去探索吧，带着我们的扫描器出发。红藻区跟那个海藻，对，我们这边晃一下吧。可是这边有点危险，因为有那个怪物，要小心。欸，我声音有开吗？等一下，有。而且我们现在氧气罐有两瓶，所以。这是什么？这也太深了吧！这是什么？刺？这干嘛的啊？这感觉就不太对。等一下，这个会受伤吧？可是我想进去看，欸，有没有什么？
那我用小刀砍砍看。哎，会扣血，过来。哎，我，哎，等下，补一下血，补一下血。将我们的氧气足以让我们进去里面吗？等等，先出去，先出去，先出去。好好危险哦！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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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。白天了，白天了。呼吸。OK。好，下去。我们先把我们主要，我每次都这样。我们先把我们主要的任务给完成。不要，其他全部都不重要，主要重要的先完成。费金属剪一下，哪里有啊？红枣区也要探索一下。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哪里？抓一下鱼好了。怎么突然变那么暗了、啊？哼，什么声音 ？Warning: 30 seconds of oxygen remaining。好，先呼吸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是到一定的深度，它就会因为那个阳光会穿透不了到那么深的地方，就会变很暗。好像是100米左右吧。如果那个海底下没有发光植物的话，就会变超暗。嗯，没有，好难哦，那个蓝图也太难收集了吧？被攻击了。这好可爱哦！红枣区已经，拜托出来一下吧！白白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多鱼哦！姐姐，工作台碎片，工作台。工作台我是不是已经有了、啊？有吗？哎、欸，前面好，前面好。工作台解锁。哎、欸，我这也没有哎、欸。啊，这个，先借工作台。哎、欸，好酷！来，呼吸，等一下。让我上去，拜托。不。哦，我现在活下来了、欸！天哪，太神奇了！刚刚已经真的是差个一两秒就死掉了。好，前面赶快扫。那工作台我也没有解，没有那个耶，做过哎、欸。这鱼好恶心哦、喔！等一下，这个方向，我先去扫前面那个。耶、yeah, ，就是你。拜托，拜托，让我扫一下！不要，不要！哎、欸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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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哎、欸，好烦哦，我没有带补血的，怎么办？喝下水。怎么办呢、啊？他好像会慢慢回血，对不对？哎呦！我的推进炮还有两个要收集，哦，怎么办？
先扫那个，哎、欸，这里真的很难用，很难扫哎、欸。啊、哦，有了，趁现在，趁现在。Warning, 30 seconds of oxygen remaining. 啊，我要呼吸了，哎、欸，好烦哦，好难哦。然后还有一个道具是，好像可以标记地图的位置，所以之后。10 seconds of oxygen remaining. 所以之后如果去比较远的地方，然后想要记录一下那个点的话，就可以做那个记号。而且我恢复2%，怎么办？有盐巴可以捡，一下。走快！不要挂！他死掉了，啊！真的死了，这么简单？那我一只解决。而且，不行，太多只了，不可能一只解决。赶快扫！不、哦，来啊！哎、欸，死了！哎、欸，好像一下就可以解决、欸。快！三，盐巴捡起来。好，我们去，赶快去其他地方搜去。还有吗？他这个蓝图是不会自己重生啦、啊、所以捡过的地方他就没了。Warning, 30 seconds of oxygen remaining. 休息一下。Go.会，再下去。如果我渐渐习惯这种氧气量的话，哎、欸，对，我的辐射衣应该要换一下。我如果渐渐习惯这种氧气量的话，我只要换成一个会很不习惯，就回不去了。这样还有吗？拜托，哎、欸，前面有，拜托，是我要的。哎呦。工作台是，可恶！还有吗？我觉得先回去、欸，我这个血量真的有点危险。我们回去，然后带个补血的，然后顺便看一下那个工作台可以做出来，好吧？回去的方向是在这里。嗨，又遇到他了。Warning, 30 seconds of oxygen remaining. 上去，不行。这里真的蛮深的。好，走。回去的路上顺便再寻一次，顺便捡一些鱼回去好了，抓一些鱼。No, 不是你。这边好多鱼啊、哦！呼吸一下。有吗？没有。好，到了。回去。好，我们这一集这边做个段落。我
我是白龙，各位白粉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